主内平安。阿门。我们把圣经打到希伯书。希伯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十一节，希伯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找到没？一二，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瞎胡的哄谈，以及纷争，并以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请见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好，感谢主的恩典，非常和咱们来交通一下关于犯罪的针对性。这段经文说谁犯罪？嗯，说谁犯罪呀？说我们犯罪，是吗？这等人犯了罪，明知背着道的人，是不是？是说我们吗？这里面分门结党的，是不是？分门结党的人有没有圣灵？没有。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输血气的才分门结党，是不是？嗯。有人问呢，输血气的有没有重生？没有。输血气的属肉体的，属血气的，有没有重生？没有。第三章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的婴孩。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现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什么？嫉妒、纷争，这都是，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嫉妒、结党、纷争从哪来的？肉体。好，再看罗马书的第八章，属肉体的人有没有圣灵？属肉体，保罗说你们是吃奶的婴孩。那说吃奶婴孩，那给他太客气了。客气的说，说你是吃奶的婴孩；不客气的说，就是希伯来书那里头就根本就没有重生的生命。那么看属肉体的人，这里面说你们明是属乎肉体，属肉体人有没有生命？没有，没有。我们看第八章第八节，第八章第八节，晓得吗？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什么？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的灵若在他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地方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因为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神的灵住在哪里头？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那么说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里边的讲的这些，说你们是，我仍然用奶喂你们，不能用饭喂你们，这群人是属肉体的。属肉体有没有神的灵？没有。这里边说没有神的灵啊。罗马说第八章属肉体的没有神的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的灵若在你心里，你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好，回到提多书，
班门结党的人，明明是所有权，是不是？是。这句话的针对性是针对什么样的人说的呢？针对那些没有重生生命的，他才分门结党，撒一帮俩一伙在世上那个，是不是照世人的样子？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明明照世人的样子，你根本就没有重生，你就不直接这么说，就直接说你们是明明是属肉体，是不是啊？嗯。很明显的，这经文写的给那些没有属，不是属肉体的，为律法起争竞，对不对？就要守律法，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啊。有人说这个律法不用守了，他站起来说律法怎么能不守？守律法的人是属肉体，属灵的，这明显属肉体的嘛。在律法下的人就是属血气的，就因为这些事情。所以这一段话有人说，你看跟我说犯了罪的人怎么说基督徒不犯罪呢？这不明显写着犯了罪的人吗？这句话犯了罪的人不是指那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说的，而是指那些在律法下为律法而争竞的人，为律法大发热心的人，是不是啊？是。坚守律法，抵挡真道，你们这里面说背了道的人，是不是啊？是。在道上是废物的，废物所传给他们的真道，所以这群人是属血气的，是属灵的，属基督的，还属肉体的？属肉体的，不明显。这里面说明显，你不能拿断一段经文，你看这是犯了罪的人，这不犯了罪的人，怎么说基督徒不犯罪的？那地方告诉基督徒不犯罪，这地方是犯罪，又矛盾了，嗯，是不是啊？很明显，他们为什么争竞啊？为律法争竞，谁不守律法不行啊？为这事争竞，来替律法说话了，是不是啊？叫众多人还继续守律法，因此他们就把教会拉出一伙人专门守律法，就是会纷纷接掌的人。这里边说，请借过一两次就要怎么样？要弃绝他们，是不是啊？因为知道这等人是已经被盗了。犯了罪，被盗本身就是犯罪，是不是啊？不在道上是不是犯罪？无凭信心是不是犯罪？他要守，要靠律法。前面因律法都起争竞了，仨一伙俩一群，俩一帮的就把这个人教会就分裂了。分裂，在他们不守律法，我们守啊，是不是背得道的人？是啊，是指这波人。这句话有没有针对性的？有。那不能把这句话的针对性拿过来应用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好不好？好。一应用就应用错了。我们不是背着道的人，我们也不是守律法的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在真道上，是不是？是。这群人不再是被误所传给他们的真道，这叫背道的人，是不是啊？是。好，再往下看，再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二十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节，我查这些例子，以后你们都能用上，因为这些例子很关键，很关键的，因为这是有针对性的。有许多人拿这一段经文，就掐那一段经文拿过来，就告诉他：“你不说没有犯罪，你看这教会是不是犯罪？你不是说信主的人，你说从神生的不犯罪，这不是？”不用犯罪了。啊，听懂了吗？好，二十节，看到吗？看，五章二十节啊，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们，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里边有犯罪的人，有没有犯罪的？有。这谁说的？这犯罪的人是因为什么犯罪？有人前不看后不看，就看这一节经文，这不犯了罪的人吗？你看你就说基督徒不犯罪，说犯罪吗？那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不是都是提到犯罪的人？是。谁敢说谁不犯罪？
谁能说是谁不犯罪？啊，就犯罪的人是什么样犯罪人？拿律法的规条来控告那些在教会中间忠心有见识的长老。前面是不是讲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啊？是不是论断他吗？你得从十七节，你不能从几节呢？你这上面牛在场上踩骨，不能拢住他的嘴，对不对？下面就提到这件事儿，什么样人呢？控告长老，控告的人从哪来的？从哪来的？这里边说控告啊，你看这是不是？我注意看，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备受加说，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封。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更当如此，就是更加应当如此，说配受倍加的什么敬封，加倍的敬封，对不对？是吧？那劳苦传道的呢？更加如此，更当如此。这个更加配受加倍的敬奉是什么意思？敬是什么？尊敬的意思。奉是什么？奉是什么？不是侍奉的奉，这个奉奉是奉献的意思。啊，是奉献。这些人应当受，对不对？用劳苦传道。那我们坐车天天飞呀，啊，我们长马飞呀。这个里边意思是什么？什么的意思？就是多受这个奉献，备受敬畏敬，对不对？受人敬重的意思，备受奉献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说应不应当？而这些人相反被攻击，他贪心，他拿教会的钱，他拿弟兄姊妹的奉献，你们说应当不应当？应当。传道人在外面传道，他怎么不能背个锅吧？背个液化罐啊，背着米啊，背个炕，背个床，走哪天就是这走哪那个那个地方就睡觉，搁地上搭着床睡觉，能不能这样？不能吧。好，去传道人出去传道的时候，坐车路费需不需用路费？需要。那如果是教会给拿点钱，完了之后就被别人攻击上了。这一群人是干什么？专门干这事儿的，是不是啊？那也不看看钱，不看犯罪的人，你看出有犯罪的人吗？这等人是什么人？这等人专门用旧约那些规条来衡量那些传道人的。而那些传道有一些那歪嘴传道人专门用旧约律法衡量弟兄姊妹，而这部分人呢专门是衡量谁呢？讲道人，衡量讲道人的，是不是啊？是。你看你是不是贪心了？是不是啊？这里面前面讲的，这下面就十八节就说，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是指牛吗？这指牛吗？是指传道人说的，对不对？牛在场踩骨是不是指牛？是指传道人在做主的工，在禾场上做主的工，不应当拢住他的嘴，不让他吃，对不对？也不让他用，也不让不给他钱坐车，拢住他的嘴就是不给他供给了，是不是？对。保罗写的是不是针对这些人写？是不是啊？而有一部分人出来就开始抵挡，这么贪心呢？你就天天飞呗，你长啷个膀啊？你别把嘴缝上啊，别吃，也别坐车，别用，是不是？这样控告长老是对是不对？不对，不对的。那是使这部分人说长老他怎么着？啊？是不是说他贪心呢？对。是不是说他贪心了？对。你说贪心的律法上规定的最后一条，不可贪心的，你这贪，说这么说呢？这些人是犯罪的人，在这个事上论断，
第九论断长老是不是？你在什么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上定自己。那你说工人要得饮食应当不应当？应当。好，咱们看，马太福音十章，马太福音十章，我们看第五节，应不应当？如果是我说的，那这句话那就是我自己编的。如果不是我说，耶稣起头就这么说的。耶稣在传道差遣十二门徒传道，都告诉他不要带什么，不要带褂子，不要带口袋，是不是？不要带两件褂子，都这么说。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注意看第五节，我这个讲这个道是针对性啊，我可没有意思叫弟兄姊妹给我一件褂子，我给你褂子，千万千万别误会我。哎呀，我也不是讲十一奉献，对不对？我没讲这个，我就讲这个，这个针对性的。对，这句话说犯了罪的人针对谁说？是针对我们，还是针对那些控告长老的人？对，你听清楚了吗？这经文你记住就行啊。对，我不往上写了，这笔这一写的灰色的。你看第五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什么失去。再往下看，口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这是不是讲你不用带？对，你不用带，你出门的就有人供给你。对，这耶稣教的，他是涉及到饮食的问题。工人应当得饮食不？应不应当？我走这地方，我自己带个一号罐，我自己做饭去，合理吗？你们看合理吗？我上你们这地方，我自己单独上到野地里去搭一个窝棚啊，上谁家接点那个麦秸，我搭一个窝棚在那里住。吃饭的时候我要带一号罐，带一袋米上那居住去做饭，合理吗？不合理。那我怎么传道啊？那我这个不是野营啊，这个野游根本不是传道的，对不对啊？听清楚了吗？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啊，是不是啊？听清楚了？应当的。所以你们给我做吃的，我就吃，应当吃的。我不是贪食好酒那种人啊。对。你们给我做吃的，我就吃；不给我做，我就不吃。但这里头讲的这件事情，弟兄姊妹要针对性的，就针对控告长老那群人，所以说他们是犯了罪的人，是不是啊？对。用旧约那规条衡量长老的，还有用旧约的规条衡量弟兄姊妹的。有一些工人拿规条衡量弟兄姊妹，有一些弟兄不是弟兄姊妹，就混进来那些闲杂人，拿着那规条衡量谁？传道人。这是针对两拨人说的话，是不是啊？是。清楚了吗？清没清楚？咱们别拿那经文啊，断腿的二十节就断别的。你看犯了罪的人，王一浩说的，凡从神生不犯罪，与罪无关了。基督徒，我们今天与罪无关了，是不是？对不对？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不定罪的还犯罪呢？犯了罪的人还被定罪了，是不是？是不是矛盾？这针对性指那些不。在教会中间根本就不追求生命的人，专门挑工人的毛病的，是不是啊？那些劳苦传道的，他们在外边每一天在外面受尽了苦难，就受尽了人间苦，有家无不可归的，是不是啊？那这样的呢，教会弟兄姊妹就是他的家了，他把教会弟兄姊妹就当成他的家了，走到哪就睡到哪，就住到哪，你还不让他睡吗？你还不让他睡吗？是不是啊？这应不应当控告？应不应当控告教会的那些劳苦传道？控告长老，是不是？是这里面讲的说，那些劳苦传道更加的备受敬重。敬是尊敬啊，你应当尊敬的，是不是？他劳苦传道都为主的缘故劳苦传道，是不是？是。
这里边说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耶稣都这么教的。牛在场上揣骨这句话不是单，不是这个里头写，哥林多后书也写过，牛在场上揣骨不可忍住他的嘴，神是顾念牛嘛，岂不是顾念我们吗？对不对？对。还有呢，提摩太前书有，完了那个哥林多后书里有，这里边都讲这件事，就是劳苦传道的人不可拢住他的罪，是不是啊？那这个就找不找针对性。这里犯罪的人怎么样？注意看这边说二十节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什么惧怕呀，这叫犯罪，论断人的人是不是？耶稣说没说论断？你在什么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上定自己的罪，有没有？有啊。保罗说没说？说了。雅各说没说？说了。都说了。这是论断人，这是单指那些论断人的人，说是长老起贪心了，说那些传道的起贪心了，听懂了吗？这是一个针对性啊，犯罪的人，对不对？对。还有以弗所书，还有以弗所书，加拉太书后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这都有针对性的。聊的嘛意思吧，生气不要，却不要犯罪，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也不可寒露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是不是啊？嗯。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务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乏的人。说生气不要犯罪，是不是又有一个不要犯罪，是不是啊？生气不要犯罪，生气是不是罪？不是。生气是肉体的情欲发动的，对不对？不生气，生气不要犯罪，生气把耶稣给离弃了，是不是犯罪？是。哎，今天肉体有没有过犯？有。有过犯算不算犯罪？不算。不算犯罪。当我因为过犯，我就离弃耶稣，是不是犯罪？是。哎，离弃真道了，不要真道，这犯罪。这里面生气不要犯罪。你看你看，这生气不要犯罪啊，千万条反复啊，不要犯罪呀、啊。不要生气，是不是啊？这里面保罗教导的生气不要犯罪，不是讲我们在想象生气我就做坏事了，或者是我就杀人放火了，不是这个意思。生气的人基督徒上帝会保守他，这里面生气不要犯罪是指不能背离真道，对不对？你背离真道了你就有问题了。这里边说还有提到一个，从前偷窃的不要再什么，不要再偷了。从前在偷窃的不要再偷了，唯独新人不偷，旧人就得偷，旧人死了新人活着就不偷了，对不对？嗯。以弗所书我已经讲完了，有的弟兄可能听见了，那就说一句污秽的话，污秽的话一句不可出口，唯独新人能活出来，是不是啊？旧人肯定活不出来，你这叫你板能板住吗？那不是板住的，是吧？脱旧人穿，以弗所书四章是不是先脱？前面是不是说脱旧人穿新人？是新人能活出来，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正义。这个新人是一句污秽的言语不出口，表明这个人没有旧人了。新人能活出这样，是不是引导我们脱旧人穿新人呢？对。奥不奥秘？奥秘啊，实在奥秘！你听这句话，生气不要犯罪，是不是？以为绑住啊，不要犯罪，那绑不住的，嗯，对不对？对，这旧人死了，新人在里边活，那么活出这个样，从基督生的才能活出这个样，没有旧人，就是已过的人，都变成新的人，是不是？脱掉旧人的人才能活出这样。你要单独这么讲坏了，讲一讲就讲出肉体了，我得绑住啊，我得守住，完了，你不是脱，而是绑。对是错？错错，清楚了吗？嗯，清没清楚？所以这样经文呢、啊，好多章经，这是针对性的。这段经文针对性，针对呢生了气了就把耶稣气掉了。嗯。啊，有没有这样的？有。生气不要犯罪，别离弃真道，别把耶稣气掉了，这个犯罪。
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不是、啊、那生气不要犯罪，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在气中间，在生气中间，因为肉体上的气心中跌倒了，是不是、啊、是，那就叫什么被过犯所生，被过犯所生，是不是啊？咱们讲这个这个前面讲以无所书四章，整个是这个整个的以无所书这个最关键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什么人，那个行为上救人，我是拿行为那个救人去改观行为吗？改观救人的行为吗？不是的，你看那经文根本没让你改观救人，救人改不了的，对，那是改不了，没叫你那么改，说这话就叫你建立在前面这个二十节一直到二十几节二十三节这一段经文，二十四节这段经文，这是何等关键的，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旧，一个脱旧人穿新人的人才能活出新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旧事没过去的时候都在旧事里头，旧人没死都在旧人里活着，旧人里发出的事是旧事，新人里发出的事是新事，把旧人脱掉了，那灵人那属天的人生气才不能犯罪，对不对？对，是不是啊？对，那我就用一个大肉体，生气别犯罪啊，别杀人别放火，你永远不可能，对不对？永远都不可能，这里面不是叫你靠肉体要把住啊，生气和别犯罪啊，怎么样才能不犯罪啊？关乎犯罪的针对性，怎么样才能不犯罪？不可不犯罪。第一点，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对不对？对，约翰一书是不是这么说的？对，第一点，从神生的接待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人就不犯罪，对不对？我不从神生永远是犯罪的人，从神生的人，那么这群有许多人冒就是打这个基督的旗号上教会中间，对，他里面没有生命，想不要他犯罪他也不可能，是不是啊？为什么在前面第四章第二十节就提到这句话，说如果我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二十一节都这么说的，对不对？对，是不是脱旧人？对，因为下面又说了，哎，有私欲，对不对？你会渐渐变坏人，一到把他脱掉就不犯罪了，对不对？对，没脱救人的人他就在罪里头，他就在救人里头，旧事没过不能变成新的，对吧？旧事过的，旧事怎么过？一死人是脱离了罪，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八节，第七节，一死人犯了罪，第六节是什么？罪身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对，嗯，是不是啊？是的。那这个经文你不能把它给分开了，你要分开了就坏了，这经文必须是连带的关系，旧人活出来的是旧的样子，新人活出来是新的样子，对不对？对，旧人想叫他犯罪，不想叫他不犯罪不可能，新人想让他犯罪他也不可能，对，从神生的是新人，从人生的是旧人，对，那么从人生的和从神生的什么区别？一个犯罪一个不犯罪，对不对？ 对， 对，生气不要犯罪需要先哪个人？新人破哪个人？旧人，把旧的东西埋葬了，对，一死的人脱了罪，是不是叫你死啊？对，上帝用这些经文就是逼着你死，逼谁死？逼旧人死，逼旧人死，逼我们死。我们现在不属旧人了，对，已经属不属肉体，属灵了，对，所以逼旧人死。现在这些经文逼着旧人死，对，听懂了吗？对了，我讲以弗所书这个地方已经讲过了，有弟兄姊妹有新的，看看以弗所书。因为我讲的是用灵，从灵那个角度讲，圣灵带领那个讲嘛，从来不是按照肉体讲。弟兄姊妹，生气板住啊，生气一定要板住，咬住啊，憋住啊，别犯罪啊。嗯，是这么回事吗？能憋还需要耶稣干什么？先前是耶稣拯救，现在还是耶稣拯救，以后还是耶稣拯救。他救了我们，救了我们还要救我们。对不对？对，都不是我们救自己，这里面是凭信心脱掉救人。好不好啊？因为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是把旧人脱掉了，他就。
就不再偷了，他也不再摸了，他也不再抢了，他也不再这样，也不再那样了。因为那些情欲东西都从哪出来的？是不是有针对性的？对，大家是不是有？那你说空高长老的是不是在救人里活着？对，空高是那些老虎传道是不是在救人里活着？对，凭着外面凭着肉眼看贪心了，在哪里活着？分门结党的人是不是在救人里活着？对，明显这人告诉他就他在救人活，他明明就是一个救人。他没有信任，前面告诉他，分门结党的人明是属血气的，不是属灵的，是不是？但我们今天已经明白上帝救恩的人，就知道我们不再属肉体了，是不是？是。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的灵若在你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不属肉体的人就没有前途了，是不是？是。那么这里边这段经文是讲的很关键。以弗所书，如果有许多人看看，这是要求，这是要求生基督徒生活守则，错错错，这不是生活守则，是新人生命活出来的。对，我们今天是彰显生活，是彰显生命，生命，生命。咱们在地上好好生活守住啊！这明明是引错路，把别人用一种错误的方法引错路，引到生活中间，你就靠哪个？靠主耶。引到生命中间，凭信心。凭信心把这个人信死，那个人信活。你这么信上帝，就这么在身上成就，死在你身上发动，生就在这个人身上发动，这个人就开始长，这个人就开始衰微。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这实在是奥秘，不是那个肉脑袋所能明白的。对。带着大肉脑，一个大肉脑的，千万不要去乱解这个经文，一解就错。对。这很容易就解错了，很容易叫弟兄姊妹守住啊，反住啊，你可千万得憋住啊。装好装圆，装不圆就不行，是吗？这地方是装出来的吗？这地方控制出来的吗？这地方是板出来的吗？这地方是守出来的吗？不是。这地方是什么？托旧人穿新人的结果，逼着我们要把那旧人脱下，凭信心脱掉旧人，是不是？前面告诉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行为上的什么酒类，是不是奥不奥秘？奥秘。这么奥秘的道被解释成那么不奥秘，你说那人是属什么的？属肉体，是不是？从来别人有很多人生活守则，基督徒生活守则，就把这个当基督徒生活守则。我说基督徒生活守则，那后面怎么办？穿上全属性全部军装，那是基督徒生活守则吗？那是属灵的。你在前面你把它讲成生活了，后面咋办呢？啊，这后面怎么办？你怎么解释啊？那经过第六章穿上神所赐的全部军装，就可以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是不是啊？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靠肉体去与肉体征战，能不能啊？能。用血气的肉体去跟血气的肉体征战，可能不可能？自己哪有打自己的？哪有几个像王耀浩怎么打自己的？是不是？没几个能打自己的，都是爱护保养顾及，不可能打，是不是？而这里面是讲的是什么？以弗所书这个中心点是在这个地方。对，脱旧人穿新人，是不是？是，脱旧人穿新人。为什么要脱旧人？旧人好不好？不好啊。旧人从谁生的？新人从谁生的？旧人属什么的？属肉体。新人是属灵的。这里面为什么要强调脱穿？罗马书就强调什么？我们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死罪是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都给你们找出方法，是不是啊？怎么样才能不做罪的奴仆？那有人说，那哪能不犯罪？那怎么呢？上帝就给你这个方法，对不对？这方法就叫信，主之法，是不是？神就给你这个信主之法，你能不能采用？啊，你要能采纳神所给你的信主之法，你一下就行了。就在信上建立长成，一切以信心做成功夫，是不是都在信上建立？每一天操练我们的信心，
我们先主做好。生气不要犯罪是主做的，不是你做的。有人都把他弄成这个人，生气不要犯罪，别住啊，把住啊，守住啊，生气不要犯罪啊，是守住律法规条，不要犯罪啊。完了，错了。我一看看人，我一看别人这么讲，我都急死了。我一看别人这么讲，就全都讲成外面漏底那么这么守住了，就把这犯罪当成这个漏底中犯罪。我今天干这个事干那事儿，不是这样的。你不凭信了，你永远都是犯罪的，对不对啊？对。你不凭信心，把这旧人信死，新人信活，上帝不在你身上做工，上帝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教你信他做。对。嗯。听清楚了吗？你信他做，这叫神人同工，照你信给你成就。对，你信心信心做成功夫，他给你成，他用大能成就你所羡慕的一切的良善。对，从前偷盗的不再偷了，是自己挽的吗？不是，啊，不是，生气不要犯罪是自己挽住的。不是，就把那犯罪，生气不要犯罪，你看生气了，你不能犯罪呀，这不我还好你小村吧，看到吗？哎，就拿那么一段那么一张，前面不看后面，我最反对的就是这种人，是不是犯罪的针对性啊？犯罪有两种犯罪，一种是肉体犯罪，一种是灵性犯罪，对不对？肉体犯罪那就是不至于死的罪，灵性犯罪那就是自己死的罪，听懂了吗？我要在律法中间那是自死的罪，不在律法中间就不至于死的罪，听懂了吗？在律法中间，什么犯罪都得死，都得叫你死。不在律法中间，我肉体的过犯不能叫我死。神不会定罪的，神不会前不说犯矛盾，是不是啊？对，我说不矛盾。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那保罗肉体一直行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肉体没行出来善事，这给不给魔鬼留地步？这不能给魔鬼留地步，什么给魔鬼留地步？就是人在生气的时候背离正道，是给魔鬼留地步了，你听懂吗？立志行善由得我，执行善必由得我，这叫肉欲灵交战，不能给魔鬼留地步。什么能给魔鬼留地步？我心里产对救恩产生怀疑了，啊，是不是？我的右眼叫我跌倒，我的右手叫我左手叫我跌倒，这是生气犯罪，听懂了吗？我这么讲能不能听懂？听懂。眼睛要睁睁大一点，你说里面的眼睛睁大了，是不是？你的耳朵要静静的聆听神的话，容易保证就是得生命，对不对？对。你不能在那个地方打盹啊，这个时候不是打盹的时候。对。我们这小群乃是上帝所兴起的一小群，是不是？是。都是追求真道的人，不追求真道不能到这里来。对，既然追求真道，应不应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对，要不要？要，要清楚明白，不要做糊涂人呐，应当明白神的旨意。有许多人的糊涂，还糊涂糊涂，一读经文的他非得断一段，前半不看后半，完了你看这，就拿那一节经文就给我看，你怎么不把那全班经文拿着重新读一遍呢？读一遍很清楚就知道，但这段经文很奥秘的，不容易被明白，是不是？很难很难被明白。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出口，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老耳就蹦蹦出一耳，出不出口？一句也不出口，这叭的出口，有时候就出口了，有时候再来就出口了。这就说明人靠救人这个肉体的生命，实际把污秽言语一句不出口，你永远挡不住。是的，是不是？必须是那个救人的行为，对不对？对，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行为的救人，那救人行为好不？不好。不单那个错误的不好，那个你认为正确的也不好，你信不信？只要从救人里发出来，你认为是正确的，都不好。对，是不是啊？对。恶人献祭是不是好事？是的，听懂了吗？所以在救人里头，那个一系列的行为，在上帝来看都不是好的。对，好事坏事都属于恶事。对，因为他从恶人里发出来。对，
对不对？对。要树不好，上面结出你认为是好果，也是坏果。你听懂了吗？上帝专要用灵结出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听懂了吗？上帝要求圣灵要在你身上结果子，要求你的越喊，要求你越高，你越不应当用肉体成，因为圣灵已经给应许，一切以信心做成的。那我就往信上想，对不对？对。怎么信？旧的信死，新的信活。有没有办法？有办法。神有办法。对。你可能憋得够呛，生气不要犯罪，一不会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你这憋得够呛。但不要紧，我告诉弟兄姊妹，神给你的方法是最好的，最高明的方法，最简洁的方法，最容易的方法，用信的方法，这叫信主，是吧？是吧？是吧？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好不好？好啊。别人都靠手，世人那些信假道的人都靠手，但唯独信基督的人，你不要靠自己的血肉绑臂，人的自己的刀不能割自己的疤，用肉体板，别犯罪啊，别出口啊，勒住自己的血肉绑。拿线，刚才拿那个弟兄拿那个一人发一股的线来，拿那个绑灯的线，一人发一股的勒上吧。勒舌头，能勒住吗？勒不住，现在没有。自古以来谁勒住啊？没有人。怎么找一个勒住？所以这是犯罪的真谛性，没有人能勒住的，那不是靠勒的，是不是啊？把整个人，新约是把整个人，旧约律法呢，在真言书说叫你叫你勒，但就新约里不是叫你勒，把全人全部死掉。就是救人，整个的救人死掉，会犯罪的行为上的救人完全把它脱掉，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并且将你的心智改换，改心智，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人民的圣灵，这圣洁不会言语和圣洁，他俩正好相反。对不对？对。无言，耶稣说，恶人从他口里发出恶就显出恶来。对。是不是？义人从他口里所发出的义就显出义来。对。那我用恶人去做义事，就发出义来，想叫他不犯罪，不可能。这个地方很关键，我也经常在地方转，在地方讲。给弟兄姊妹再定一条，摆这种条，你可能一事不注意的，就不是一主联合。我现在讲的道都是一主联合的，对不对？对，生命上的联合，不是肉体，肉体跟他的死联合，生命跟他的复活联合。这不联合，是复活大能所产生的果效。基督从死里复活，我这个生命经过复活所产生的复活的果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污秽言语不出口，污秽言语一定从污秽的人里出来的，圣洁的言语一定是有真理的圣，这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洁的人所发出来的就是圣洁的话，圣洁的事，污秽的人所发出的事是污秽的事，污秽的言语，想叫污秽的人用这一个人把它改了，叫他不出，污秽言语一定不可出口啊！使劲去加工他去，错是对，错哪个地方告诉你加工他了？那地方不是叫你加工啊，那地方叫你脱掉救人行为上的救人，使劲往下脱，是不是啊？是，脱救人穿一些人，脱穿都是动词，对不对？对，怎么脱？脱救。对。下面是穿心，对不对？脱臼穿心，那我怎么穿心的呢？我怎么脱臼的呢？啊？怎么脱？他死我也死，这叫愚蠢。你死你可别你自己死啊！你自己死活该呀！这跟他同死啊！他死你也死。他葬你也葬，他
他复活你也复活，这是用信心超越性的来脱臼穿心的，听懂了吗？听懂了。新的就是新的，对，不能变旧的，旧的就是旧的，不能变新的，旧的是从旧人里出来，新的是从新人里出来，对不对？对，旧事是从旧人里发出来的，对，新事是从新人里发出来的，对，这两个清楚吗？清楚。你说这么深奥的道理，如果把这段经文就解释成那个肉体那个，生气不要反对，咱们弟兄们反对啊。我这么教你对不对？不对，90%，千分之999%的教会都讲，这一个人不可反对，你信不信？这是犯罪的针对性，我讲的犯罪的针对性是，是吧？生气就不要犯罪，犯罪是哪人？就是，对，是不是？对。那现在不犯罪是哪个人？对。从神生的肯定不犯罪，那圣经说的，对不对？一说到生气不要犯罪，那肯定我就往旧人想，旧人他犯罪，我怎么叫他不犯罪？不要他，埋葬他，一死的人就不犯罪了，一死人就脱离罪了，是不是这么说的？是啊。那我就把这句话就应用在我旧人身上，犯罪，生气不要犯罪，那表明什么？我今年不背乎信。不背后主的真道，我就不犯罪了，对不对？那这个生气是救人里头来的，生气不等于是犯罪，对不对？但是我不生气的时候，我背后我不见得信了，我生完气了，我就别人一要求我，我就要靠好行为去挽这个肉体，那还是一种犯罪，你信不信？因为上帝在信上建立章程，我不在信上建立的，对不对？用信主之法，信上建立章程。一切因信心所做这三句话是最关键的，这三句话，这三句话是弟兄姊妹每个弟兄姊妹都必须知道，信主之法，不用立功之法，罗马书第几章？第三章第27节，对不对？在信上建立章程是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第6节第7节，信上建立章程。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11节，是不是？这三句话怎么记住？记住了，对不对？不是单记，你得应用啊。有的人光记个脑袋里全记的经文，但却不明白这段经文是啥意思。这段经文在你里面，我今天跟你讲完了，这段经文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成为你的生命，好不好？信主之法，这法给你定好。那这个生气不要犯罪是用立功之法，是信主之法？信主之法。既然他说信主之法，凡事都用这个法，好不好？好，行不行？行。他给你的方法准不准？天上的神，他告诉你，人靠肉体什么也不能做，就用信主之法，行不行？凡事上都相信，其中爱就有这一条，凡事相信，对不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对不对？凡事包容，对不对？什么叫凡？一切都在信上建立，对不对？所以的信主之法，这是上帝给你设立法，你不用这个法你就失败的法，你用任何的方法越过了信主之法，你用任何的方法都是失败的，好不好？好。所以生气就不要犯罪，是有针对性的。那针对什么呢？针对什么？生气的人却不要犯罪，是针对那些生完气的人就不要，就不在地道上了，是这样就生气。你这些行为，这还好了吗？这行为正好还能进天国，得好好修理自己的行为，这也是犯罪。听懂了吗？借着生气，肉体上的生气，叫你看见肉体没良善，是要叫你脱去肉体，不是叫你靠肉体板
诸不犯罪。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吗？你再说一遍，我看谁能记住。借着肉体的生气，叫你知道肉体的没有良善，叫你恨恶自己的属肉体的生命，要脱掉这个属肉体的生命，这样才能不犯罪。不是要叫你靠肉体去板住不犯罪。如果你用肉体板住不犯罪，你又错误了。清楚了吗？怎么说错的？不是叫你用立功之法，乃是叫你用信功之法。不是叫你要求你行为，乃是要在信上建立章程。不是要叫我比别人更好，乃是要在一线，在信心上，好不好？难呐、啊！你看叫他行点什么事很容易的，你要叫他信难呐、啊，凡事相信呐。上帝既然是设定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就得在凡事都得相信，是不是、啊？凡事相信。格林多的前书十三章里的凡事相信，对不对？你的信救了你。照你的心给你成就，你说这啥理啊？就照你的心给你要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人得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多的是这样的经文，多的是。信是得着的，生气却不要犯罪，就是这种天条。信的人就不犯罪，对不对？不信的人就犯罪，靠行为的人就犯罪，在行为里建造的人就是犯罪。生气了吗？生气没看到生气吗？上去了就这行为不好，下我就修理修理行为，得改改行为。自己要改行为的人就是犯罪。第一是背离正道的人，就是犯罪。背离，离开的离啊。能理解这句话吗？第二，看见自己行为不好，去修改自己的行为。修改哪个修呢？这个修，脱离信心，不在信上建立章程了，就是犯罪。脱离信心。
就是反击。用立功之法呢，犯了罪了，完了之后生完气了，开始用立功之法了，是不是啊？是不是犯罪？犯了罪了，完了之后一看生气了，下面就立点功，做点好事，补回这个过，将功补过呀，听懂吗？将功来补过。这多的是了，我能写很多很多话说，什么书是犯罪，不在信上建立了，脱离信心了，将功补过，将功将自己的功劳来补自己的过错，听懂这句话是啥意思吗？啊，用将是用你的，将功补过就是用自己的功劳来补自己的过错，是不是罪？是啊，这就是罪呀、啊。对。我拿着我前面不生气了吗？生气不要犯罪，我前面不生气了吗？不生气了，下面就开始就去将功补过，这是罪。什么不是罪呢？向罪看自己是死了，这就是罪。因为前面告诉你已经脱去了，你应当向罪看自己已经脱去救人了，是不是？向罪看自己已经死了，这是不是罪？当你今天一看着自己的肉体发动，我要唯一在挑动肉体发动，你马上怀疑了，我死了。我还不是妈活着犯罪了，这已经是犯罪了，就是怀疑我已经死了，对不对？怀疑啊，自己已经向罪死了。已经向怀疑了，看什么怀疑的？生气的，看自己生气的，是不是啊？嗯。生不生气？弟兄姊妹生气过吗？生过。生过气。生过气，相信自己活着就死了。死了。罗马书的第六章就这么说，你们向罪看自己是什么？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去当看自己。当你看见自己的有过犯，就怀疑自己，现在我还在罪上活着，怎么说死了？怎么还在活着吗？那这谁犯的罪呢？救人不死了吗？肉体不死了埋葬了吗？肉体和肉体坚持岁月，不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上帝要你坚信，不看他活不活动，不看肉体活不活动，不管肉体活不活动，他有没有生气，不管我向罪都看自己是什么，行不行？这神教我们的方法，用信心向罪看自己已经死了，用信心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确当看自己是什么我的行不行？行。这方法可以吗？谁想的方法？对。谁出的妙计？啊，这个妙，这个计妙不妙？妙。因为我们靠自己的肉体根本就守不住，也绑不住，也修理不好自己。你千万千万不要用什么方法呢？修改自己行为。我要修改，这行为不能修改，那行为那救人和救人的行为不是修改，而是整个把它脱掉，是不是？是啊，是不是这么说的？是啊。如果我去修改修改行不行？不行。我叫佛教修一修改一改不行。你这叫自己的方法，这不叫信徒之方，听懂吗？不用自己的任何的方法来修改自己的行为，好不好？那前面有信，那就在信上建立长成，对不对？对，在信上建立，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的，就照你的信给你什么成就，给你成就。在信上信的人凡事都能，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用信主之法，信上建立章程，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凡事相信，你的信
救了你。但愿这些经文成为每个弟兄姊妹一生的指路明灯，好不好？啊，好，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指路明灯的光，不在这上面见到，见到来见到去，以我为中心，就用自我来改自我。所以不要犯罪呀，那上面说了，圣经不要犯罪呀，所以我们今天要改住，要改好，要改良。改善自己这个肉体的生命，我告诉弟兄姊妹，如果这样行的话，主就不能给咱们想的方法，就是借着洗礼归入死，就不能用这个方法，是不是啊？对，你都能改好了，还能洗礼干什么？是不是啊？你自己都能用肉改肉，用肉改肉行不行？不行。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建造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死代表我的旧人死了，他的埋葬代表我的旧人埋葬了，他的复活代表我的旧人复活了，对不对？他的死代表世界已经死了，他的埋葬代表世界已经埋葬了，他的复活代表整个的新的世界又出现了，对不对？他的死代表罪死了，是不是？他的埋葬代表罪恶邪情私欲都埋葬了，他的复活代表一个崭新的人活出来的，是基督那个人，不是我用方法，不是我用手段，不是我用技巧，不是我用在用方法，对不对？把你的方法和你的手段都拿回去，因为上帝有自己的方法，你只要建立在信主之法上，保证成功。不要着急，上帝就是试验你，看你着不着急。故意的挑动你，故意的允许魔鬼今天挑动你肉体，看你相信死了还是相信活了。有人说完了，我昨天死了，我今天又活了，今天又诈尸了。活没活？没活。没活。活没活？死就死了，对不对？死，他死只有一次，你们死也只有一次，好不好？好。你尊重圣经啊，无论怎么说我都在这个死上建立，好不好？行不行？行啊！我想我死基督，我就在你这家。嗯，对。看看，这李传兰的。你看看。啊！想完了，有几个弟兄能守住？没有。是不是都忘了？没吧？这耳朵听，这耳朵忘了，是不是？我讲基督徒，我讲那么大，我听的现在这网络上听的我死基督徒，我听的可对劲儿，弟兄怎么可喜欢呢？我死基督徒，好不好？好啊！神就告诉你，就不能用这种方法，对不对？背离真道的人就是犯罪的，就不在真道上，你不要这种方法，好不好？无论他怎么挑动，生气归生气，但是你不能背负真道。他就给你这方法还在信上，你生气才需要你信呢，不生气需要你信吗？嗯，生气才需要，你有毛病才需要你信，你没有毛病不需要信了，对不对？就用信来考验一下你，到底就用这个生气来考验你到底信不信，到底脱没脱掉旧人，还是你用自己的修理这个旧人的行为，但是修理好，把这旧人修理好，跑到旧人身上，埋葬的就是埋葬，埋葬的他怎么动你也相信他埋葬，这个信心是一个得胜的信心，必胜的信心，对不对？他埋葬了，我就相信埋葬在坟墓里头，怎么发动？你以为上当受骗？魔鬼就用你的旧人给你挑动起来，叫你上当受骗，因为神说你们已经死了，魔鬼说没死，那我还犯罪吗？他说犯罪是按照行为说犯罪的，这时候你的心不能动，你心一动说是啊犯罪了，你现在心怀疑了，你在上帝眼里看看你能不能信，你要能信他已经死了，你别让魔鬼一挑动起来，你心马上就动了，外肉动里不动，肉体是不是生气，但里面不动，还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对不对？你不能外面被魔鬼用外面东西挑动你里边动，叫你里边动了，啊，叫你不存信了，这是经历的，每个弟兄姊妹都要经历，
我上回讲的我死基督活是讲圣经里的讲话，今天我告诉弟兄们要经历这样圣经，不要犯罪结果，这句话，这话够你十万年的，信不信？这句话够你十万年的，是不是、啊？生气不要犯罪，这句话可不是轻易的。生气不要犯罪，弟兄姊妹都生气啊，不，千万别犯罪啊！有多少人那个手就在这正直啊？其实他根本没明白这里的属灵的奥秘，是不是啊？是啊。这里属灵奥秘何等的奥秘，就可以解释那么很轻忽的解。生气不要犯罪啊！你千万生气，不要那样，不要这样了，不要那样，自己来那修理。你已经错了，你这个。只叫别人的这个人，你本身不在正道上。前面告诉你们，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是不是、啊？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什么？照着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圣洁。这样呢，说完了，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现在在新人里，在旧人里，在新人里。好，下面就生气。好，不在新人里面，在新人里头，旧人脱去了吗？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了。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是不是这么说的？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了，你们旧人已经死了，埋葬了。好，上帝说好，我经历性的经历，故意整一个人挑动你生气了。看你还相不相信我已经死了，用外面的调动头，看你里面的心到底建立在哪，用外面调动里面，外面生气了，里面跟不跟着动，怀没怀疑我已经死了，怀没怀疑我已经脱去救人了，怀没怀疑我今天生气了，现在这也没买账吗？这也没埋葬，这也没死啊，这怎么说埋葬，怎么说死，怎么说脱去，这不还在这儿吗？你这么一怀疑，就是上当受骗，这就叫犯罪了。你怀疑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对不对？对。这什么罪呢？不信的罪。实在是奥秘，说实在奥秘，是那可不是我们想的。你有许多那个外头传道人。那可不是那么讲的，那么一讲就错了，那么一讲中撒旦的诡计了，好不好？因为我们的仇敌，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啊。对。他想方设法用外面的动摇你里面。对。他想方设法用行为动摇你的信心。他想方用设法用看得见的动摇你看不见的。对对。对不对？对，用外在的影响你里面的。对，你不知道这个奥秘吗？你不知道撒旦的商量道理吗？知不知道？知道。知道我们时时要提防他。对。主说你们已经死了，无论在什么情况，生气不生气，我都相信死了。对。我都相信我的肉体，连肉体心思最现在在坟墓里头。对。我这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我都这么相信，好不好？好。好我死了，没有了。对，活着不再是我，就没有我了。对，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现在我就是基督了。对，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就信心坚持一段时间，怎么挑动你也不要，怎么挑动外面，这不活着猛的，我说这没死啊，这不活着呢吗？这捅不捅？哎，捅不捅？啊，就在挑动你，挑动你全身，就用外界的能看见的肉体来挑动你的看不见的信心。对。就叫你失去信心，你相信你说的，你要相信死了，那么新人活着了吗？新人活我就对付不了你了，你要旧人在那活，我随便谁的死都给捅不捅你，是不是？我都可以攻击你，因为活着不但是我男生，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要有这样的信心，魔鬼没办法攻击你。对，你说还是我活，旧人活着，好了，魔鬼这成功了，这下不错，你自己在活着，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攻击你的。对不对？对。听懂吗？这就不给不好给魔鬼留地步，你给魔鬼留地步，你活着不给魔鬼留地步吗？你要死了，这活着不再是我了，能给魔鬼留地步吗？那话说那么说的，是不是啊？
谁给摸过牛屁股？啊？这句话是我自己详细在这讲，不详细讲你们怎么理解他？平时怎么理解？谢谢，生气不要犯罪，咱弟兄姊妹都守住啊，别犯罪啊！生气别生气，别犯罪啊！都肉体上的犯罪。吃啥？那个告不犯罪，这地方怎么还犯罪呢？从神生气不犯罪的，那是讲从神生的不犯罪的，对不对？对。这个地方就是肉体上怎么有过犯罪，别纵撒旦的诡计。撒旦是用不属于你的肉体来挑动属于你的灵，听懂吗？灵属于你，我不属肉体啊。对，我属基督了。若有基督的人住在我心里，我就不属肉体了。肉体死了，埋葬了，已经和基督同进坟墓。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我鬼一看就完了，就退后。这人有信心，这人信心这么大的啊！基督在那里活，用信心让基督活着。这种信法就是得胜的信法。对，这点是吗？听明白吗？是谁胜了这个世界的？不是那信神儿子吗？对，信耶稣是基督的吗？对不对？对，就这么信的，用信主之法好不好？好、啊、反而你错了，我告诉你，你要用方法用错了，魔鬼就随时追究攻击。对，我修炼的话，修炼，听懂了吗？修理自己，修炼自己的行为，修改自己的行为。你看前面行为都生气了，因为别人就说就你这样的还是基督徒，你瞅那行为，说这话的人有问题，但你不要上当，这句话从头尾来着，听懂了吧？你怎么知道这个好像要求你行为好，这件话好像是一件好话，但是我告诉你，这正是消化你信心的话，能听出来吗？嗯，你这行为还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得有好行为呀、啊！你这行为不好，还说你是基督徒吗？说你是基督徒，我才不信呢、啊！你不是基督徒，你这行为这么不好，不是基督徒。基督徒的行为都是好的，是不是？就是我们会用话语来挑动你，挑动你对你整个的信心失去了，对不对？对，消化你的信心，剥除你的信心。把那些上帝在圣经里应许的话语，借着这些外在肉体的行为被你夺取。撒旦退我后面，即使吹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我的行为要好，耶稣就不用救我了。嗯，是不是？对，对，耶稣今天救我不是按照我的行为，我也不属肉体的，好不好？哎，好讲的，从神凡从身上了就不犯罪了。不是我办的，魔鬼办的，从来都没这么讲。你就老救人犯的罪，不能因为他犯罪，你就把上帝所给你的应许，你们已经死了这句话给否定。死没死？死了。犯罪了死没死？死了。死了在坟墓里犯，他爱犯犯去。他不属于我了，他已经在坟墓里了。虽然站在这里头，但你要相信他在坟墓里。能信得来吗？今天信得来，我一走过一段时间就信。那操练呢，我每一天都操练，你信不信？离开了操练，这是属于上帝要你经历的时候，你需要操练里面的信心。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上帝没有叫你操练身体，修改修改这身体，操练身体益处还什么？少。我用敬虔，操练信心，行不行？信心是金钱的门路，行不行？行。你信心没操练出来，别人一说你就，你这那行为那么不好，还说你是基督徒吗？你怎么说？你怎么说？啊？就给憋住了。是啊，这行为不好。完了，中上当了，上当了，是不是？现在变输入你了。你的行为不好，你告诉他那不属我，那不属我，他行为不好，他的坟墓，他该死，他不属我，对不对？十字架强盗就是分辨这两个，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这个，他说什么？德国降临的时候你要听，耶稣说今日你要与我他一同在这里，他
他把这个肉欲能分得特别清楚，我肉体所做的和我所受的是相参的，对不对？对，我肉体定十字架，因为我肉体当强盗定十字架这件事和这件事相称的，肉体不属我，我不属肉体。那我叫你说，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今日你与我的弟兄在乐园，不是肉体在乐园，是哪？这属于我，这不属于我。跟我一起说来，这个属于我，这不属于我。我属灵，我不属肉体，我不属肉体。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你要不属肉体，我给他讲。你就属肉体的，就叫你借肉体，就叫你帮肉体说话，就叫你用自己的外面不属于你的肉体来修改行为，这是犯罪。好，一会儿再讲，先找到。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一同来分享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甘甜呢？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奥秘呢？我们活在肉体中间，却不属肉体，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今天属圣灵，不属肉体呢？肉体和肉体的结成之欲都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旧人在旧人的行为同钉十字架了。肉体连肉体的闲情私欲同钉十字架了。主，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新造的人，旧事都过去，都变成新的了。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不叫我们凭着眼见，乃行事为人不凭眼见，乃凭信心。要中撒旦的诡计，应允我的祷告，赐福每一个弟兄姊妹。凡来到这里的，主你逐个的来赐福，让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听明白这道的奥秘，并且存记在我们心中。但愿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神。让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